也不太好的话，我开的有点慢，不然我们就这样开到美丽华吧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呢要前往美丽华去接一位神秘的嘉宾。等一下，我看到神秘嘉宾。我看到神秘嘉宾在开门，等我一下。你不会开门？有吗？哦、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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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大家好，我们家的美丽华这位神秘嘉宾，然后我就听到嘣嘣嘣嘣的拉门的声音，然后就说，哦，神秘嘉宾现在在拉门。对啊，是啊，为什么不帮我开门？我们先去吃饭，耶、yeah! ！对，我肚子超饿的，你超饿的是吧？我们去吃一个吃到饱。哇，你很有勇气，邀我去吃吃。对，在林口。林口这个人就是完全没有 follow 我们今天这个要去的这个行程。是，其实我在台北开车根本没几次，我心里想说，对啊，怎么有人敢跟我开车在？哎，所以啊，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开不到，所以我都没有在想后面的行程。你说开我们在警察局做笔录，完成今天的这个信义分局，呸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先出发去这个吃饭吧 ，Go。来到了我们吃饭的地点，你会念吗？你刚好看那个，完全不会，这怎么念啊？我后来有去查，它叫港榻，这个是念榻。对，我们来到在林口的港榻，它吃到饱，它包括有港式的餐点，然后有台式的，这么多餐点之后呢，一个人吃到饱，在平日只要365块。你会少看一个1365，就先去看看有哪些菜色吧。你要看这个整笼拿去，哎，什么基本的烧麦还是要来一点。他确定是吃到饱的人吗？他拿了一笼，然后回座位。来，我问一下你，你喜欢吃三色粽？什么烂问题呀、啊！第一轮的菜色啦，有点丰富哎，看不出来你这么会拿，为了画面好看。刚刚在拿菜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跟我说：“哎呦，拿这么少干什么？快点，塞多一点，再多拿一点啊！”对啊，很饿哎。所以它不包含这个饭后甜点的部分呢，其实菜色应该就有30道以上，我觉得有。对，然后真的是蛮多的台式，我觉得它很多家常菜，感觉。然后还有这个港式的，这个叫肠粉。对，港式肠粉也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东西。好了，拉量。哈主要是这个好不好吃嘛？好了，正常来说，饮料霸通给那种很便宜的，比如说什么可乐汽水、红茶啊，那他给的全部都是一些什么抹茶拿铁、榛果拿铁，然后还有这边有奶茶，其实真的蛮丰富的。那我们就来吃吃看看这菜色好不好吃。好哇、哦，开动开动。我吃东西不喜欢加任何的调味料。你这餐不加酱，真假的？那我不确定好不好吃就是了。那你先吃，好吃。酱料很重要，哎、欸，这好好吃呢、啊。嗯，这好好吃，然后再去拿两盘。先从港式开始吃起，毕竟它是叫做港式餐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吃完，那摄影师说：“啊，我吃什么？”我觉得都还剩在水准之上，它不会有那种做太多的量，然后或者放太久比较暖暖的那种感觉。你看，我们要疯狂吸入，所以我很饿。来来来，不要咬秀气。这包里面是包什么 ？OK， 然后1到3都是200。香菜。哈哈哈！快很久，你不敢吃香菜？讨厌吃香菜 ，baby 讨厌。哇哇，赶快喝口，饮料。不喜欢吃香菜的人是基因里面就不喜欢。对，就比较漂亮，但比较笨。他说，其实想要变相说自己老娘长得正就好。哎、欸，一切都 OK 的。那我觉得刚吃我不觉得它很重。那个摄影师，你吃香菜吗？吃啊。你也吃？吃啊。你们都吃吗？哇，你是怪人。我觉得你的频道会有一些我很奇怪的脸的画面，这样很好吧？就是大家都在期待这个怪朋友。我觉得不爽，没什么味道。哎，我想问一下你，请问你最近14天有出入过？对，就他吃什么都没味道。我比较重口味啊。哦。最近刚去这个日本回来了。
有看到摄影师脸都变了吗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这个酱的味道其实真的不够浓，只是偏清淡的凤爪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它偏甜，它像糖醋凤爪，可能会要融入一些就我们的口味了。对对对，就是它可能把它改成稍微台式一点点的凤爪这样。它不是加原味，它是什么？你吃，我吃。哎，要是有香菜，我真的会生气哦。没有没有，它应该是甜甜的那种。对对，过年会吃的那种香菜，吃到那我不知道它怎么形容它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我阿妈会喜欢吃的。对对对，只是突然间吃咸的，然后突然间变改吃一个甜的，是味道蛮突兀的。我阿妈说就是要咸甜咸甜，长辈都这样讲。长辈都说我要跟地主阿妈。雷尼亚的口味就比较偏长辈一些。我是不会为了你这放慢我优雅的姿态。下个行程喽。要去哪？哇，好棒啊！